上课喽！大家好。好。Oh yeah。你还好吗？起来了，大哥。他叫小白。OK， 我刚刚说简单的 CPR。OK， 他没问题。好，我是村长。Yeah。OK， 好，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今天是礼拜六，我们有安排非常好的专场在这里，叫八六六十，是个来自各族群的原住民的年轻人，他们从大学一直到现在，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一个族群来讲，尤其是歌谣来讲，传唱方面是非常需要的。这些年轻人呢，都对自己的文化呢，都有非常有大的那个使命感。那他们今天呢都是唱那个，哎，你干嘛？你也来抢戏啊？我还没讲完。他叫小胖，那是我的狗。他们今天呢带来的歌呢也很多，我们有分上下啊，上半场下半场都是他们。可能没有中文歌曲了，可能你们都听不懂。要不要退票？都已经进来超过半个小时了，没有办法了。可以哈。OK， 好。不过呢，这些歌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可能也不太熟悉，也可以听听看的，就把它当作是外国歌曲，拉丁文啦，OK， 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在位置上大家可以口罩拿下来，轻松的。你离开位置走动的话，就是要戴口罩，这样了解吗？好，就是要戴口罩。那位置上不能够抽烟，唯一抽烟的地方就在那片墙壁那边，那布告栏。你在那边一次抽5根10根都没有关系，不过呢，烟蒂不要丢地上，那边有个这个水桶就丢进去。厕所也在那边，先女生再男生，这样了解吗？你随时都可以走动。不要为难你的膀胱，不要为难你的膀胱。那位置上不能够吃东西，你如果要吃东西要到那边去，那个用餐区就在那边。今天的门票没有付饮料，自己孜孜不倦的买，要孜孜不倦的喝。我们来改善这个周末的血液循环。不过呢，安全还是很重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所以希望大家出门就是要平安。好，那今天你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不要用闪光灯，好不好？记得离开位置一定要戴口罩，就这样子。也不要随意并桌，位置都已经取好了，那个都是很优秀的位置了。那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很愉快很美好的来到铁花村。最后呢，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及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周末愉快，旅途平安。OK， 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八六六。大家晚安，我们是八六六乐团。那今天晚上呢，由我们为大家带来上半场的音乐。那我先邀请我们的团员先到台上来好了。那我们八六六十呢是卑南语的意思，它就是围坐在一起，那就象征就是我们很多原住民的音乐啊，就是透过这样围坐在一起之后，大家一起互相分享我们的歌谣。那所以我们今天上半场呢，其实我们分享了蛮多不同族群的一些民谣。然后待会的第一首歌呢是卑南族的聚会巴拉罐，那我请我们的卑南族的团长俺相待会为大家解释。那解释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上半场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的上半场呢，我们特别邀请我们八六十的好朋友 TAI 身体剧场来为我们跟我们一起合作演出。那因为我们的团长呢，俺相他也是在这个剧场里面工作好多年，然后也是从事这相关的表演艺术的工作。那所以待会今天上半场的演出由我们 TAI 的团员们跟我们一起演出。那第一首歌《聚会巴拉罐》，好，卑南族的一首聚会的歌曲，我们请俺相为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歌词大概在讲些什么。其实我们淡水剧场等下要演出的是一大段的组曲，
然后有聚会把关卑南族的歌，然后还有相聚赛德克族的传统歌谣，然后还有卢凯族的叙事歌跟雾台情歌，然后还有卑南族的系列的聚会歌谣。因为我们想说主题今天是大家聚在一起，所以有很多传统的聚会歌，然后想要呈现给大家分享这样子。OK， 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欢迎我们的八六六四以及我们的 TAI 身体剧场，谢谢。安迪尼达，安迪尼达伊巴拉古瓦，热得不得不。Lihat lebar lagi kembali
连串唱也是蛮辛苦的，而且有点高。好，以上是我们刚刚的所有的我们戴森剧场很多族群的，来自我们各族群的家乡的传统歌谣。那这些歌谣，要讲他们现在有在船上也是不多，那我们尽可能就是借由我们可以表演的机会，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也是我们戴森剧场在来意部落，就是屏东来意部落，然后有6年的填调时间，然后采集的歌谣的其中一首歌，是来自来意部落本部落的歌曲，叫做《下聘歌》。那我们请我们的团长瓦丹为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曲。好，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第一次进来意部落的时候学到第一首歌谣，然后是在其实是在那个就是如果男女双方决定要成婚的时候会有一个场合，然后他其实在讲说，哎，聘礼需要多少，然后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然后其实因为以前其实在来意部落里面还没有结婚之前，所有的男生都是所有人的男朋友，所有女生都是所有人的女朋友，他们其实在一个情感流动当中是很我觉得他是很紧密的。等到这个人真的结婚之后，曾经就是追求到他 前男女友，对，前男女都会一起来祝福。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以前的那个社会里面是人跟人之间很传统是很绵密的，跟现在整个的状况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们可以从就像我们刚唱各个自己族群的歌谣或部落歌谣，其实我们都会在回溯起，哎，以前的老人家对人的这件事情或对自然的那个关系，或者那种怎么讲怎么样面对，然后也会以我们现在说我们会以前的那个智慧或以前的精神，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然后很开心分享给大家。因为它其实词有点多，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只要唱几句而已，然后跟大家分享。那几句有什么意思吗？我看后越难，你想知道，因为不会排。好，因为他们歌谣有一个叫班数，班数是说，通常第一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可他要讲的是我接下来要唱这首歌的旋律，然后等到第二句的时候，他们会有实词，然后他就讲说，例如，他就说，女生问起男生需要多少条的那个琉璃珠，然后可能说就要3条。对，等等之类的。然后后面其实可能因为每个部落都不太一样，然后其中有一段歌词写着说，找到适合自己的男子，就像我们来到那个树林里面伸手不见五指的找到一片叶子一样的困难，就很美。哇，它其实用自然的环境去形容，很有诗意的一首歌。对，很难，就很难追求，然后都跟自然就有关系的。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下聘歌，谢谢。
然后婚礼歌谣一定要先从同屋的歌谣开始唱，然后才可以唱到他们一届一届的来，然后很美很美的旋律。谢谢戴森迪剧场今天带两组非常优美的传统歌谣，就我们上半场像是那个传统歌谣分享会，大家其实是蛮幸运的，因为这样的歌曲很少呈现给大家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戴森迪剧场。好，等一下再来哈，你们先休息一下。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首歌呢，一样是我们延续的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民谣之外呢，其实我们在部落里面，在不同的时期，它都有不同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主也算是主曲，然后它前面有三首歌，一首歌歌名有点长，叫做《庆贺红叶小将凯旋归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红叶哨棒，好，这首歌是当初那个南网的陆森堡老师，因为那个。红叶少邦那时候得了世界冠军，然后他特别写了一首歌。我后来去问，为什么？原来那个红叶少邦的那个教练跟他是同，好像是同学、学长、学弟，然后就写一首歌给他。然后这首歌是中文，然后有点当时那个年代的那味道。然后接下来接着就是，这歌是有故事的哈。前面那个红叶少邦，红叶少邦他有多有名，或是那个大家想知道历史，要直接 Google， 因为他要不然这个奖可能要一个。那三天三夜，好，是，就是我们就很高兴嘛，就是他们比赛冠军回来之后，然后大家就聚会在一起，然后就唱了聚会的歌谣。那有聚会之后就会千杯万杯嘛，那千杯万杯后面就酒醉歌，所以我们后面是接了酒醉歌。所以这三首的歌曲的故事是这样，然后它是以布农族的歌谣跟大家做分享，然后请大家静心聆听，谢谢。一对一对，阿给阿给，一对一对，阿给阿给，一对阿给，一对阿给，给给给，给给给。红叶小将是。山中想要打棒球，没有球。
发表这三首歌嘛，对不对？我有点忘了，有点。好，这首歌曲是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发表，一样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谢谢。今天很多小发表哈，除了戴森的剧场的，对，我们就是一直围绕在那个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围绕在一起，大家就是，哎，你想唱什么歌，你就来分享，然后互相唱上去，然后除了一些传统的歌谣，又一些那不同时代的那个那时候的一些民谣，像我们大概现在在唱都是我们以前爸爸妈妈唱的歌，黑胶吧，黑胶时代。对，那现在这首歌呢，也是那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其实也会常常有人唱。然后这首歌是台湾族的《再见心上人》，也是属于林班时期的一些歌谣。是，因为这首歌曲以前我们印象都是在结婚的时候，那也很奇怪，已经再见心上人怎么会在结婚的时候播放，因为他唱得很欢乐，所以大家也没有在管歌词在讲什么，就欢乐就对了。哦，对，因为金门刚刚上半场有很多歌谣，其实里面有一些歌词都蛮哀伤的，可是原那个原住民的天性就是很痛苦，没关系啦，很痛苦的事情哈，听起来很哀，听起来很快乐，对，但是很快乐的时候感觉很严肃，是，就那么的捉摸不定。OK， 那现在这首歌呢，它有一些捉摸不定的心情，就是那个再见心上人是结婚时候唱的，还是分手时候唱，还是怀念热恋的时期唱的？其实就看你自己怎么那个。对，今天因为想说这个版本，太欢乐了，好像那个词意好像也是就那样，对，所以我们声音稍微
动点小头脑，我们让他编曲再更有画面一点，这样。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在金星上人，我远远的看着你，然后你正要往高雄的那个火车去，这样爱不到这样。里面唯一的中文是高雄两个字，对，哦，没有中文是高雄。对，你们大概听听看，把它画起来，高雄。然后因为那个时代的那个转变，因为它有很多语言，它有中文、日文，还有台湾族语这样子，所以他的在唱演唱的过程当中会一直那个语言转码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所以可能到我们下一个时代，我们就是唱一唱会有英文在里面，对，西班牙也可以的，不过是有点 rap 的。对，现在很多了，慢慢哦。对对，那我们就来聆听这首《再见心上人》，谢谢，谢谢。私は遠くからあなたを見ます。上骨電車で高尾へ、心は悲しいです。私さよなら私の愛死ぬまで忘られない、おじさんやおばさん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あなたは好きじゃない、而且他的诉苦对象是阿公阿妈，所以是蛮神奇的。好，是台湾语喽。有把粗粗难的酸辣，有把粗粗难的酸，人麻烦。孙大志大高雄撒酒撒无法路尴尬，我最亲爱的心上人，我最亲爱的撒有那拉心怒骂的哇斯拉的哎呀呀，无法容撒家孤单，苏尔拉姆森加努阿恩，我最亲。Yeah.
亲爱的好哥哥，心上人，我死也不会忘记。但是你不想我，所以我很无奈。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如果有人爱上什么前男友、前女友的话，这首歌很适合听。谢谢，谢谢这首歌曲。再见，心上人。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在学习歌谣的路上，有很多不一样的长辈跟老师在教导着我们。然后这首歌是我们长期来担任我们乐团的那个主语顾问的老师郑老师，郑敬妹老师，对，郑敬妹老师，哎、欸，他今天有来吗？嗯，可能在，可能在巴西瓦利吧。对，郑老师也是巴西瓦利，老师也是嗨康哦。OK OK。我们就不会做区隔，那边很嗨，我们这边就走那个文静的路线。OK， 好，那那个这首歌是老师他现在哦，他现在写的一首主语的创作歌，然后但是他的调跟他的那个故事，他其实反映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什么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母母的寂寥》。那母母的寂寥到底发生什么事？能不能讲一下？母母寂寥怎么了？母母是我们卑南族的，就是对长辈的称呼。那个是指外公外婆，然后祖父祖母那一辈的，或什么姨婆啊、舅公，讲嬷嬷或者姨母这样子。然后他讲的那个寂寥，就是说，这个寂寥就是有人偷他的鸡，因为他歌词内容说他有几只，里面有几只鸡，他1、2、3、4、5、6、7，少了三只。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念啊？我顺便到教大家卑南族的数字好了，我们的一叫撒撒撒撒，然后二叫 rua rua。三叫德鲁，德鲁；四叫巴特，巴特；五叫里马，里马；六叫嫩，嫩；七叫比杜，比杜。哦，所以你们如果等一下我唱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唱。再说萨萨 ，ra ra， 德鲁德鲁，巴巴，里马里马，嫩嫩，比杜比杜。好，那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鸡，然后呢？少了三只，就是印尼安娜德鲁瓦，德鲁瓦就是少了三只。那这个德鲁瓦是在讲的是动物的时候的数字的概念，不是指人，人跟动物不一样。那少了三只跑去哪？就被煮烧酒鸡啦。OK， 他歌词是这样讲，少了三一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少了三只哦，原来被拿去抓去做烧酒鸡。歌词就这样子。很可爱的歌词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先报警。而且中间它有很特别，它因为它合并了我们以前的龙调，我们讲廊桥十八社那边的平埔族歌谣。那就为什么会提到想罗蕾，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跟他没有关系。对，那个歌词，哎、欸，我现在我这边有想罗蕾的朋友的话，不好意思，是个老师，他是这个，因为他住在那个想罗蕾附近。对 对, 对，他写说，哎、欸，少了三只鸡，拿去做是是拿去做了烧酒鸡，是不是想罗蕾的人偷走？只是猜测，只是猜测。好了，开个玩笑了。想罗蕾是一家店呐、啊，他家附近的店。哦。但是应该没有，他们应该没有交恶了哦。我觉得大家有空还是可以去想罗里吃那个烤鸡啦，可能有萌萌的鸡，还有鸡寮拿的鸡这样。好啦，我们赶快上这首歌曲了，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萌萌的鸡寮》，谢谢。Down the moon
遍哦，五六七八，萨拉德鲁巴里马人比杜，伊尼安达德鲁瓦，最后一遍来，萨拉德鲁巴里马人比杜，伊尼安达德鲁瓦，谢谢谢谢郑老师提供的《母木的寂寥》，很好听哎，这首歌曲。嗯，下次我要多发表这首歌，这样就是不要随便乱偷别人的鸡，这样。好，对啦。好，那下一首歌呢是 Limi 的创作，叫《星象》，对不对？对。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创作歌？好，它就是心情的心，然后那个象棋的象，对，所以他们合在一起就叫就是什么字？象，对。所以这首歌就是它是写给就是其实是。给每个人就是自己心目中一定会有一个想念的人事物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以这首歌去思念那个人那个东西那个事物这样子，对，然后这是我的创作曲，是用卢凯宇创作的，我是卢凯族，对，是屏东雾台乡阿里村的卢凯族，对，好 ，OK， 那这首创作歌呢，我们又邀请一个神秘嘉宾。因为他非常虔诚，他就是晚上有那个小组活动，他坚持一定要在神的带领之下，要把它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才会来到我们现场。同意。所以，我们来宾广播古城新小姐，新小姐，请到台上来，是不是要上台了，谢谢。我想说不广播你可能不会上来，哎，打开一起吗？你要抱着他唱哦，也可以。好，我们再欢迎我们八六六十的女团员。哦，那个我后台的那个工作人员可以帮他献上一朵花环吗？那个衣布里面的衣布拿一条花环出来，谢谢。喂，好，班长说可不可以逃过一劫？上班长，好。
谢，再谢谢那个李敏带来这首创作歌，他的信箱，还有卢凯版的那个宫崎骏的感觉，对，蛮有宫崎骏的，卡通的，编曲编的 ，OK， 嗯，好的，那刚刚因为那个陈星来了嘛，一步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唱这首歌了，什么歌？这首歌叫《亲爱的父神》，对，所以阿爸父神，啊、yeah. ，可是重点是不是我唱啊？可是后面那个你可以吧？哪里？就是后面唱那个古调的，啊，你可以了，啊。然后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原住民的歌谣，就是我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哎，歌那个传统歌谣唱一唱，然后一些那些歪歌嘛，一些邻班歌谣唱一唱之后，有突然也会有人突然那个心血来潮，就是突然就唱了教会的歌。对，对，因为以前部落都是比较教会的天，教会的。对、啊。那这首歌是也是卢凯版的《亲爱的父神》，是台湾组的《亲爱的父神》，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洗涤一下我们的心灵》。这首歌曲它因为它。我们第一次听到是在那个阿信与他的朋友的专辑里面收录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曲好像是以前在教会就已经有的诗歌了这样子，然后对是快板是快乐的这样，然后一样我们也是动了一些小脑筋，嘿，就是让它比较有那个空间感，就是比较有那种艺文的感觉这样，对，好，我们就听看看 Limi 来唱这首歌曲《亲爱的父神》，谢谢。Sinaya zengeli yama pula
平安，喜乐，谢谢，阿门。好，我们刚刚上半场听了很多抒情的歌谣，这样，那最后一首歌曲，上半场结束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回到我们866的创作，足以创作。然后这首歌曲叫《荣耀成年》，同时我们也请到我们的866的乐团回到我们现场，然后在我们上半场最后一首歌曲唱一首比较嗨的歌曲，这个快乐应该算是比较 重节奏的歌曲。那我们请客伟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好的，这首歌叫做悲是这首歌是悲男语的创作，叫做《荣耀成年》。那在悲男组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年礼，就是他少年阶段他去党办嘛，然后就这个少年会所经历过好几年的训练之后，然后等到他被长老认可，他可以长大，确定他可以成年的时候，会有个祭典，然后帮他穿上他的那个衣服，然后呢，从此以后他就要成为部落的肩膀，所以然后那个时刻是非常非常感人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成年礼，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自己18岁或是满2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是去打耳洞呢，还是回家投票，还是夜唱，对，到天亮不回家，叛逆一次，对，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想相信那个要长大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感动，就觉得我可以拥抱全世界，我可以那个真正的开始去为我人生负责的那个时刻。然后重点是在悲男主这个荣耀成年这里面，他有很多他的兄弟们，他的那个同听一起高兴的庆祝，然后我们把那样子的一个时刻把它写成一首歌，叫做荣耀成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回味一下自己那个满18岁的那一天。那我们就掌声来聆听这一首《荣耀成年》，谢谢。
谢，我们是保留六十，然后接下来是上半场，那希望下半场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去分享我们的音乐，谢谢，谢谢。好，下课，中场休息，我们休息一下，大约十分钟左右，还没有结束哦，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中场休息十分钟，上洗手间，或者是逛逛我们铁花村周边的假日漫市集，以及我们铁花村内的铁花吧跟铁花好店。那如果桌上有空杯空瓶，可以先帮我们拿到侧边的吧台，如果手边有垃圾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带到洗手间前方的分类垃圾桶，谢谢大家。那在走动的时候呢，一样记得请将口罩佩戴好，保护自己，保护他人。洗手间在大家后方有一排热气球灯下，那吸烟区呢也在我们热气球灯下的那边，是我们的吸烟区，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半场呢还有把刘六斯的精彩演出再稍微等候一下，谢谢大家。Ma cere che luce dirà mi seguo e nante che tu a me te pelongo.